eBay 到底是不是适合父母去做的地方平台，还有eBay它的好的跟不好的地方？我今天就跟你们说 ，Let us begin。很多人如果说上网去卖东西的话，第一个他们可能会记得的是eBay。最开始的时候 ，eBay 是可以拍卖你的东西，可能从很低的价钱你放上去，人家就一直在拍卖。 然后卖到最高的价钱，然后你就可以买到，所以它是最早期的。以前是很多人在用，那你会问我，那现在的话会怎么样？现在的话它已经变了很多。第一，它除了拍卖以外，你可以摆那个价钱，就是说15块我就卖，那我把运费已经包在里面，还是说分开也没问题，只是说你那个可以定价。 一个价钱，还是说你可以拍卖也是可以。eBay哪一种东西是可以放的？我之前有影片，就是说你首先要想你到底是要卖什么类型的，还有你要是长时间卖还是短时间买。如果你还没想，还是你没有看我那个影片，影片在这边，你可以先看那一个。 然后你才确定，你知道你自己要卖什么东西，然后还要卖多久，那你就知道哪一个比较适合你。那我可以跟你说，如果eBay的话，你卖东西，如果你刚刚上网，你什么都不知道，你还没会，eBay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给刚开始初学的人去试的地方。 那你说是不是只有eBay？我们在中国，在台湾eBay不是很流行。那你会有淘宝啊，还有很多别的很像的那些网站、那些平台，其实道理是一样，只是我是拿eBay是第一家是比较大的，是从它开始才有什么淘宝啊，什么别的。 所以我才用它来说。如果你觉得你不用它，用别的很类似的问题，它好跟不好的地方也是一样。那首先就说它好的地方就是如果你刚刚开始的，你可以去那边试，因为它比较容易。那申请的方法也可以很简单，你去申请，马上当天基本上你就可以马上放东西去买。 那另外就是说，你是短期的，你不是要很久，你就算快一点，马上就可以卖东西，卖完就没了，就没问题，还是买几个月就好，那一种，那eBay是很好的。还是说你是卖二手旧的东西？我之前有说比方说你家里你打扫，然后你找到小孩子以前没有穿新的衣服。 你想把它卖掉，还是说玩具旧了，但是还有一定的那个价钱在的话，你可以看起来还很新的，你想把它卖掉，那eBay也是可以卖二手的东西的地方。另外就是说eBay为什么我说短期刚开始，那长时间的人不是吗？我看到很多人都是在上面卖了很久很多。我告诉你，我在上面卖了16年，我现在还在卖。 但是说，为什么你如果是要买长时间的话，eBay不是一个你要主力在那边的地方，你还是可以卖，但是它有几个缺点。那首先是它的收费是给很多平台高。那为什么？它第一，你在把你要的东西一放上去的第一个时间，它就收一次钱，钱很小，但是还是会收钱。第二样东西。 就是说，你把东西卖掉的话，他再收一次钱。如果你说你想长时间买的话，你当然会来看那个eBay Store， 就是你的上网的那个店，那边也要在每个月付一次钱。然后你卖完以后，客户付钱，如果他不管是用现在新的eBay， 他可以付信用卡还是。 以前那个还是很多人用的那个 PayPal， 就算你用哪一款，他要再收一次钱，那就是他就收几次，那他收加起来的那个别的平台高，不是说高很多，就是说会比较高。那另外一样东西就是说，它里面它给你的自由很大，你可以把里面的内容。 改的很漂亮啊，那个每一页都弄得很漂亮啊，有图片有别的，就跟别人不同的也可以。但是说他有时候会改例，他要比方说他今天要里面你不可以有这个图案，还是说他不可以有这个内容，你要把它收掉，还要改，差不多每一年有2、3次，它有一些新的东西要你改，你好像在帮他打工，因为他收的费用已经要了你一个比方说10几%，那另外你扣了那个费用以后，剩下的钱才是你赚的。那然后他改这么多东西如果你说你只是放10几20样东西都没问题，那好像我放15000多样东西，那他每一次改，我公司的员工基本上每个月要差不多3个月去改，那改完你休息差不多1个月以后，他又说想要下一个东西，你要准备去改，那基本上一整年每年一直你就在好像在改他的东西，你就花很多时间去做一些无聊事情，好像在帮他打工一样。所以我说好像帮他打工，因为他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说为什么我做16年还是放在上面？有一些产品，你就用它这个平台还是有很多人买啊。你赚的钱可能比别的平台少，但是说有人买，你货的量出的多，你来货的价钱就比较低。你跟厂商买10件东西跟买100件，他肯定你买100件的话，他给你的价钱会好很多。然后我就用 eBay 来冲量，你说我会不会很专注去在那边？现在不会。4、5年前他还是基本上是主力，但是现在改了以后，很多平台都给他好，所以我们慢慢转，他只是来帮助我出货。而是说我们现在有些货量比较多，在传货在那边，我们要做那个特价，我们也放在eBay，就把它尽量把它推，用这个方式在用的。那如果你说那对父母来说它好不好？那如果你没试过上网卖东西的话，我已经说过，你刚开始学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它很简单，你申请了以后，你就基本上是拍照，然后放图片，然后你定价钱，然后就打内容，你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你那个写好，你就搞定。你放eBay的话，你就要发多一点，你要确定你有时间，因为你放那个东西上去，要花一点时间去弄，弄完以后你要答客户的问题。然后有单的话，你收到单，你要去印那个邮费那个纸，然后弄完以后你要自包，包完要去那个寄东西，你要确定你有时间。那寄东西的话，如果你在美国，你可以叫 Post Office 那边去叫他来拿，那个是免费的，还是说你可以叫 UPS FedEx 那些过来，他会收钱，但是你还是可以叫他们来。你就不用出去，如果你要照顾啥，但是包的那一边那个部分，你就已经要比较多的东西，就除非你说我是短时间卖的，我买20、30样东西就算，那没问题。但是如果你长时间做的话，你要有知道那个东西多重的那个，然后你弄完那个绑以后，你要有盒子去放你要寄的东西。盒子以外，你要那个保护你的货商品的那些东西，你要买，买完以后那个胶贴你也要有，打印机你也要有，因为你要去印那个单什么别的你都要有，你要准备很多东西在家，不是好像我之前有讲，如果说比方说 Amazon 的话，你可以寄东西去那边，你有单的话他帮你寄。如果你没有看过 Amazon 那一派的话，他这边你可以去看。但是说你刚开始的时候，你没有很多的货，还是没有很多东西要去卖，刚开始要试的时候，eBay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你讲到好像eBay真的很不好，那其实不是，因为它给你的自由是比较大。那比方说你现在去很多平台，它都不会给你改那个你放东西那个listing 的，每个人都是一样。但是说在eBay的话，它就不同。你可以里面你的那个每个 listing 里面，你可以发钱叫人去叫人家去给你一个弄一个你自己的 style， 还是说你自己如果会一点怎么去弄网站的那个自设的话，你可以自己去弄，很简单也可以弄出来。那你可以跟别人是不同，但是别的平台的话都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你只是把资料放进去以后出来都是一样。但是好像 Amazon 的话，我之前在那个影片已经有讲，它如果你买有牌子的东西，人家已经放了，你要去买，你就会跟它是同一个 listing， 只是说有很多不同的卖家。那买家的话，他就会去自挑去拿那个。但是说最基本就是说，如果你是 fulfill by Amazon 啊，我还是说 Amazon 自己有在卖的，你通常客户都会挑他们。那些你如果那些产品的话，你根本就不应该去拿去发 Amazon， 因为太多人竞争。但是在eBay就不同，你比方说今天有五个人都是卖这一种产品，五个人放上去，它就有五个不同的 listing， 只是客户会看价钱，还是说看你的那个评价那些，来确定要去哪一家买，还是说哦刚好有人家没货的话，你就看到你要怎么去放在第一页，还是放在比较前面，客户容易找到你的话，那个你可以去YouTube 有很多人在教，然后我这边就不讲。那另外你说好的地方，它新的。你刚刚去学的可以用啊，它给你的自由比较大了，它保护那个买家的会给很多平台好一点。现在很多外面比较出名的平台，它都保护买家客户给卖家 seller 的比较多，没有以前那么好，但是还是比一些平台好。它的好处就是你刚开始学的时候，你想有一些保护的话，你可以在上面好像说我只是保15天的保险，还是说这件产品没有人卖完之后就是这样的，你也可以去弄，你的自由是比较大的。不像外面的话，你最基本的有些平台的话，他说他们给60天的话，你就要跟他们，不可以少于他们给的那一种。eBay 还是有它的好处，但是说它的不好处就是说它收的钱比较多。那另外一样东西就是它改东西改的太多，它一直想去学别的平台的，要看别的平台好的东西，它要想加进去，所以常常在讲，你就真的要花很多时间去做。如果你做多了东西在一方面卖的话，你每一次他要改东西的时候，你就要花很多时间，所以你要去想到底你想不想。但是说如果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别的平台还没可以卖的时候，你要想知道怎么去上网卖东西，拿那个经验的话，eBay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你刚开始去学。如果你要买短时间的，然后我还是说你要卖二手东西的，也是一个好的平台去卖你的东西。但是这是说你怎么样也不可以去想eBay是你如果要长时间买东西，它是你唯一一个平台，是说它是你一个主力的平台，它永远现在eBay已经不像以前，它永远不是。那你说我们在台湾，我们在香港，我们在中国，还是在别的国家，eBay不是很流行的。我讲的是eBay是一个最基本的。那如果你是说好像在中国是淘宝那个他们其实那个方法卖的那个他走的那个 system 的那个路线是很像，所以我只是给你一个 idea。那如果你找到差不多的东西，比方说淘宝跟eBay它很像的话，它其实你就会看到它好跟不好的地方。那好像淘宝的话，很多厂商自己在卖的话，他价钱也可以拿到很低，因为你跟他拿货，他自己在卖，那你怎么去打他？你根本不可能给他便宜，他卖给你，他已经赚了你一笔。那你明白我意思，就是说有相类似的东西，我只是给你们那个基本的想法。那你们去不同的平台，只是它类似的，它基本上都是同样道理。那我下个礼拜会讲沃尔玛，那现在中国已经有沃尔玛是流行的，然后你说香港没有，那台湾没有，那个没问题。但是说它公司的基本做的运作的方法是一样的。看到如果你要去看到一个平台，你想做，但是它好像沃尔玛的话，它会有什么问题，有好跟不好的地方，那基本上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下个礼拜你想知道的话，下个礼拜三你可以来看我的影片。然后如果你也想看哪一种平台，我去讲的话，还是说你想知道哪两家平台去比较，留言。因为我在美国基本上做了16年，那上网基本上大部分平台我都试过，还在用。香港跟台湾打中国的平台很多，我都有用，还是说我知道的。我也可以给你们那个拍个影片告诉你们还是什么，你只要留言我就可以去看。很多人留言的话，我就会去拍一个影片出来告诉你们。那我每个礼拜三跟礼拜天我都有新的影片上传，如果你喜欢的话，给我一个赞，订阅我频道，然后按那个小铃铛，然后如果我有新影片的话，你就不会错过。然后我希望下个礼拜三我可以见到你们，See you soon。